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子，没错，又是我。可能是闪电队觉得我台词读的最不错吧，嘿嘿。下面来看一下本周的闪电五家好戏。本周五家第五位，来看 Gatsby 与队友布下连环杀阵，闪电双坦控场先手，分空艾什三杀收官。本周五家第四位，看米卡携小锤回归，长锤突进，两度击飞敌将，地形杀宛若天堑，喷火战斗机停滞不前。本周五家第三位，枪斧联动，小伙子们演绎闪电三重奏。先看 Gatsby 一马当先，眼皮打开缺口，贝贝精准生物走雷，近撩四人，看 Arctic 龙刃出鞘，完成收尾。本周五家第二位，来看闪电队主题的压哨球个人秀，原师殒命破坏球接棒极限返场，灵动斩获二加一，全能主场孤血带队拿下首节开门红。本周五家第一位，60号公路粉红剑圣锋芒毕露，来看建筑师龙刃出鞘，送伦敦众将六道轮回，好元氏实至名归。好了，最后又来到我们的本周 TOP 零环节了，可怜的小伙子再度上榜，同样的位置上演同样的结局，看 QQ 拿错剧本，化身西格玛，无奈两度坠悬崖。虽偶有失误发生，不过闪电附体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， QQ 期待你表现得更加精彩哦。那么本周的闪电五家就到这里了，倒计时杯锦标赛即将到来，闪电队携手王朝队再现宿命对决，究竟预测谁会取胜呢？反正我在这里肯定不会说的，嘿嘿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